我保证你死定了。第一天进来就赶上大 party。 你招他，规矩很简单，就是没有规矩。谁被打趴下动不了就算输。还能打吗？还手啊？什么？以后你跟我，保你一生富贵。从来没有纪律部队的同事以囚犯的身份到监狱办案，可是树大有枯枝，希望你们能帮我清除害群。叶子，姚俊豪律师，继续先是姚俊豪，他是这案件的关键。叶子，再过两天你就出狱了，我们一帮兄弟都急不可待。OK， 我的一帆帆见不见了？跟你也有关系的。调查一下陆志莲。陆志莲这家伙有问题。你们几个当中有人出卖我。